我坐旁边了，要不我去煮吧？算了，我的厨房你不了解，我去煮。谁懂啊？都快生了还不闲着。其实我是超喜欢做饭的，但是我好久没做饭了。我对象他做的饭又难吃。他弄的还好吃的吧？我去吃过了嘛。在线夸强哥。每天我弄的好吃。啊，行行行，你去煮你去煮，反正我是被你嫌弃惨了的。你做的饭更难吃。过分哈。两包饭了。你吃一包就可以了。我本来就想一包给你吃啊，因为我想两包给你吃，我要给自己留一包蟹宵。好，我要给你打一个蛋。好好，谢谢谢谢老板，大吉大利。OK， 好。我煮的泡面好吃的很哈，你去坐到嘛，以后这么热，现在干啥吃嘛？我学习一下。不需要学，跑煮泡面需要啥子学习来？就炒个煎蛋，然后泡面加水煮进去。南京做的好吃的很。嗯，你相信我，快出去，快出去，那我等你咯。嗯，辛苦你了哈。嗯。有人在干嘛？在玩游戏啊？这啥子游戏？好耍吗？这是哪个的手机？慢慢的呀，你偷偷的耍的呀？妈妈给我看。好吧，那你玩吧。帮我看下电视嘛，想看电视。我那个白色遥控买的那个红色。这个吗？有时候有个妹妹还是挺好的，每天走的时候会到她这儿耍，关键是我饿了没吃饭，她可以给我做饭，真太幸福了。来来来，吃饭吃饭，这么好还给我端出来。你放了两个蛋哈。两个呀，看看有没有食欲，尝一下啊。辛苦你了哈，难得吃到你给我做的饭，虽然说是一个泡面，但是我觉得比任何好吃的都很好。还酸了不啊？是你自己泡的吗？是我自己泡的，泡的大坛，酸得很。还有没有？有啊，要不要给你泡一坛嘛？我带点回去嘛。不，你拿个坛子过来，我给你泡。好嘛，可以。嗯。好吃吧？好强，它都不是泡面了，它都不是简单的泡面，它是一个很丰盛的午餐。有没有外头做的？比外面好吃一百倍千倍，太好吃了。慢慢吃，我去洗锅。我来洗嘛，你坐下，我来洗。我行行行，那我就吃饭了哈。你忙吧，你忙。你太幸福了吧！我的天了，这一锅满满的爱呀、啊！哎呀，香喷喷的午餐，辛苦你了哈，妹妹。吃得开心，吃得放心，好吃。真的饿了，找饭没吃，午饭也没吃，很多两个蛋。你们中午吃啥子？嗯，好吃吗？给我留一口哈，我也想吃。啊、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给你留着吃，我吃不完。辛苦你了哈，我妹妹。看这个孕妇太贤惠了吧，都要生娃了，还在那儿忙碌。还把屋头收拾那么干净的。看这个冰箱好漂亮哦，哎、好温馨。好温馨哈，我吃饭。Hello 呀，朋友们，今天跟小纯约好了去健身，我都快有半个月20天的左右没有去健身了，我感觉整个人的身体就是不怎么舒服。然后你们都说我哈，就是其实也不胖，就挺匀称的，为什么非要去健身减肥呢？其实我健身并不是为了减肥，我是为了自己体态变得更好一点点。我先把我这个衣服拿出来穿上。你轻声歌唱，最好在下一秒。纯白白不得不说哈，我这个防晒衣真的还是挺百搭的，因为那个衣服它里面是个背心，比较暴露。我搭个这个防晒衣，机能防晒还挺好看的，准备出门了。那条路还挺好开的，没有车子的，就我一个人。找到条船了。好像个呆瓜哦！慢酒 ，sorry 啦，你懂我噻，我骑车子又不开车子。搞懂，搞懂。好了，你的 pass 给我，给你买单了。鸟大哦，反轮廓好重要哦，给我吃。好吃吗？可以吧？
我俩比你妈多远啊？那个皮儿的那个，不够松的。我三个一个还吧，蛮带劲，没准的。我不想吃这水的。又开始我们的健身计划了，从今天开始一周减五次，好不好？啥子嘛，五次不行，我说。只要我们两个坚持就可以。西西到健身房了，去穿包包。好吧，开始今天的健身计划。哎，这动作真的好累呀、啊，来不及了。我转两组就不行了。不愿品尝一罐菊花，喜欢这样和你傻傻的笑。然后大概有四十分钟，感觉头晕目眩，还有点想吐，特别是耳朵，我听不见了，有点失聪。小春妹妹还在那里跳舞，跳得好，给你打上一个嘉年华。我就不行了，我这儿开始拉伸了，我太累了，我拉伸开始拉伸，快拉伸了再回去了，我好累哦，我头好晕，想吐。愉快的一天就结束啦，我要回家好好生生的休息，把我累惨了，拜拜。实在是受不了了，点了一个清补凉。满满一大碗，先回头。嘴角微笑，最好在下一秒。好甜呀！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我准备来一次大扫除哈。我是一周的话要大扫除一次，然后平时的话都有每天拖地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家依然是很乱，就是因为缺少植物的东西吧。现在我要去收拾。先过来，把音乐放起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是床头柜，真特别高级。它这个是插电的，因为插电的话就可以有点感应，看一下就亮起来了，好漂亮呀。然后再放一首歌，开始放歌啦。真的就好高级呀、这个是我唯一一个买的很满意的一个家具，然后也是你们很满意的。现在我的家是这个样子的，还有厨房，然后厕所真的好乱。现在先把这些化妆品给收拾一下，平时的话我都在陪着化妆的，所以说真的比你姑娘太乱了。蓝杯在我不愿往来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全看烟雨江南，梦里人生就先这个样子吧。但是我发现好像跟没收纳一样，但是因为我这儿缺少收纳的，我到时候以后买个那种放化妆品那种懒人版，像这种一样那种大的就好看一点，好摆放一点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一手情也两难，我们别再一拍两散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情为腐烂，字里行间谈离散。人生的这个坐垫放在这个位置被拖地了，这坐垫超喜欢，好看，还好用，可以随处挪动。把这个先拿过来用。这个你知道怎么用吗？这个真的不得不说还挺高级的，
就这个样子刮一下，它就会把地下弄得很干净，而且它不会留那种水印子。那地下垃圾全部都刮起来了，是蛮好用的这个。这个也可以。啥就干净了，累了一下午，终于打扫干净了，是不是感觉瞬间好多了？其实好像变化也不是很大。来哈，我的外卖，点了一杯奶茶。好了，干杯。今天视频先到这儿了哈，我要好好先休息一下，把我累惨了。拜拜。